好像是。不是，这就，在这不太，这就不太行了。哎呀，也是玩上红魔了呀！哎，完了，怎么枪都关不稳了呀？现在完了，出去玩了2天，枪软了。你不会干什么？哎呀，跟你玩一玩，逗你玩呢！哎呀，这当真了！这嘴脸，我的，这 嘴脸！哎呀，不会真以为我枪软了哎，吧？小黄醒了，二楼一个，小黄。哎，这边了，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不是在欧弹之力面前，老弟，在欧弹面前啊，欧弹面前那不嗷嗷叫吗？复活点换了，哎，知道，我不刚说换了，你没听见吗？没事，我只是更新一下信息，you know。这不是怕这个信息。边上有一个残的欧银，OK，我在看呢，宝宝。打了3枪了，没没掉。事，他应该要下来了，别急，直接掉俩，好吧？哎，还在那，他在那个门口，就在那我等来，着。我来，死了！哎呀，断墙来了！哎呦，这手机怎么滑滑的呀？这触控啊，断那墙掉了，掉完了，掉完了。还得再练练这手机。远距离还挺稳的，这手机。没事，我能直降。这不嘎嘎叫吗？对，哎，侧门去了，侧门一丝。江小呢？这就是在江小啊。我跟我大江玩着呢。哎，完了，我马了。这救手。我！救我！我被火烧到一滴血了，完了！我没被。事，咱下个点吧，宝宝。哎，算了，不，你当你对象叫你宝宝也不太好，不算了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之前不，都不叫，就现在叫。没有，2、3天没玩游戏了，对你还是有点想念的，有感情在的，知道吧？配件嘛，加群啊，加群看配件啊，兄弟，宝宝，没事，都是宝宝哈。哎，中路翻了。风扇和散热器哪个好？一般情况下，我推荐你用风扇就够了，对着手机吹一吹就行了。啊，这触控怎么都拉不动啊点你怎么惊人了？？I don't know, bro。哎呀，还是个弓。I don't know。我算是电灯泡吗？不是，这江小陪我玩游戏，我怎么就电灯泡了呢？啊？你们这帮损出，我怎么就是电灯泡呀？哎呀，我的欧登之力在这个手机上有点失效了呀！冲，下个点，go go go！哎，他们来了，下面来了一个，门口一个，没事。进不来，进不来。给个。后面，对面一个女的。救我！我没了。习惯红魔九 Pro 吗？我不知道什么叫习不习惯啊，兄弟。不习惯我们也得玩啊，习不习惯我咋办啊？习不习惯我都得玩。习惯就打得过，不习惯就打不过呗。那有啥呀？这个没什么的，不习惯死就行了。我看了呀，我们没有换人，问题是我只要看脸没啥用啊，哥。不是，那你呱呱之前，后台说要去个红色战队，然后来一个红色战队。不是红色战队，哎呀，这事儿吧，我也确实知道一点，好吧，但是吧，哎，咱也不能说啊，咱嘴巴被很严截的，胡了。咱不能讲啊，不是被截胡了，不是这。主要人家也没有要来我们这呀，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，我就不说了呀。他也没来我们这试训过，我靠，我肯定 say。他试，我就别让我。这人家试训的是另外一支红色战队，人家也没试训 Qnet 啊。赛事用机改红魔了吗？两还是个自己用战红队魔？是一家人啊，
算小金了，也不是一家人吧？不算一家人，兄弟。不是，我不是写了吗？新赛事用机红魔9 Pro， 为什么还能有人问出来是自己要想用的呢？为什么呢？我感觉我跟你们的沟通，明明咱们的母语都是中文，但是感觉我们的沟通有隔阂，兄弟们。咱们的母语，咱们的第一语言不都是中文普通话吗？为什么要问我这是不是赛事机呢？宝宝啊。不是典礼呢，怎么就我一个？我在看绿色标，我在典礼。没有被截胡，没有被截胡。这队友又跑了，我受不了他了。这不是截胡不截胡的事。不是截胡不截胡的事，是可能另外这红色队伍就没打算买吧，可能。完了，这别打我，别打我炮，哎，别打我炮，能不能有点？被我炸了。漂亮。啊！帮点。你说我也来了。炮点里三个，还有一个。没关系。下辈子注意点，把他们全杀了，没事，我来。哎，我们点掉了，别急，我还有秘密武器，我换太飘就来帮就行了。后下来了。哦，红魔不是触控不好吗？触控不好，咱也得玩，人家赞助啊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还行吧，我觉得还行。你们觉得咋样？我是真不知道了。哦，我操，要有了吗？要下个点有了，下个点才行。一分，兄弟，很神奇的数字。能打一分，这吃不掉。兄弟，很神奇的分数，兄弟。又有一个，弹了进去了，他钻进去了。不压手啊，没事，慢慢来，一分，他们老大了，我跟你说，不急，慢慢来。那锁着在那。我还真不知道，完了，我操，这公牛盾没了。两个，还是我要分。你还要爬跳板吗？翻墙掉，没事。牛逼！没事，我。哎呀，小小复健一下，哎呀，也是跟你旗鼓相当啊！哎呀，没事，我 MVP， 你在下面待着就好了。不是你带了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分比我高啊？不是我啥也没带啊，我就带了正常的，我带了大面具啊。一会儿我要带125了，然后我要蹭分了。不是，有点多。月球在哪儿啊？我是不是没月球啊？月球是怎么得到的呀？能上车吗？今天不上了，今天我复健，我他妈的今天我的战斗力很低下，兄弟们，今天我自己玩一会儿，只能和我玩喽。不，我今天得躺一天，得今天得那个啥了，知道吧？今天得沉淀一下，得沉淀一下，不带不动啊。今天太菜了，兄弟。刚回来，自己玩一会儿。对啊，现在就红魔。你就和我玩就好了，今天。哎，没办法，主要是想看看你最近有没有进步。那就发了吧，我必须发。主要想看看你最近有没有进步，知道吧？哎，士别三日，知道吧？哎，没事，今天我自己玩。我都摆烂的，我和你玩我都没认真玩。行。试试这手机的狙啊，没事，一起打吧，没关系。这种图队友能上就上，不能上就下一把，没关系。哎，出来看我！别，今天不带人，今天来看看这个大弟子的这个成长。不是你得看我心情啊，我又不是每天都带人，对不？哎，我死了。Go！狙上点吗？我来，哥，复活点掉了。掉了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人丢完 C4 在这站着，我有点没懂。没事，我来猜。用红魔打比赛能用尖剑吗？
这不太能吧？哦，一会儿我问问。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问题，我觉得这是不应该让用的。这个用的话，那我就把屏幕准星给挂上了，兄弟。那我就恶心人了，兄弟。应该屏幕准星和尖剑都是不让用的，家人。95毫补。没事，我这随便补你的枪，放心。虽然我现在菜了一点，但是枪肯定是补得上的。直接交榴弹，兄弟。用我的很大的那个炮，兄弟。哎，复活。复活，一个没事，没关。摩德死，就一个。我还听，不是，这人不上点，一直在那架我啊啊！欧林说阿米诺斯，阿米诺斯，为什么你不上点 ？Why？因为我是点外神冰龙嘛，主要冰龙可以打吗？但是我现在其实也玩不太来冰龙了。哦，我被欧顿盯了。狼队微博已经官宣完了，哎呀，人家官宣了，我们又不需要官宣，对吧？我们等到最后一天吧，等到开赛前一天再官宣吧。官方可以吗？我丢，对面那个肥羊老师是那个坚持不懈啊，兄弟。没事，那这个点得多拿点分，不然的话下个点就牢打了，很有可能。他大技能出来，咱就要牢了。是的，练一下这小破狙，兄弟。啊！我都这后面怎么老是来人啊？队友不上点，又不杀人。不是，我怎么顺不着啊 ？King 会出手，哎，那解说肯定会出手的呀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狙架的还挺稳的，你还真别说。哎，右手，复活右手有万车。不是，我发现他这个架枪还行啊，架枪还行，挺稳的。但是吧，如果说是那种跟枪那种准星锁着人打的，那算了，我靠，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，跟 IQ。复活别感觉了，复活没了。OK， 没事，我踩点。来了， okay. 他们来了，我们是他们的奴隶。你这几天干嘛了？没干什么。哎，完蛋了，典礼一个。去新来直播间的宝贝们点点关注啊，给主播。感谢新来直播间的宝贝们给主播点点关注，感谢各位兄弟们。哎，我吃了一个震惊的蓝色鸡爪，丢了。不是，这缩点丢了。复活，回头。回着你。再回头。好的，再回头，我回头了，没问题，踩住好吧。榴弹一开，好吧，被爆头了，被两发了，兄弟。哦。这 EVK 两枪，一枪头伤害太高。哦，我操！不是，听到我自己刚才给传来你刚叫的，不是我死了，死了不能叫两声吗？我喜欢在前面，喜欢去欧银破防。穿云箭能直播鞭尸吗？不是，哎。直播鞭尸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太过分了。直播鞭尸这个很招仇恨的，兄弟。哎，还有一个。没事，太流弹直接炸了，炸死你，把我自己也带走了。主播定位怎么练？不是，我靠，我的队友好像也在鞭尸哦。他鞭啥呀？不知道。回来吧。掉了。好的哥。还有一个在你左手。不是，我先把正面人架了。完了，我这瓦我。两个有个。识别三日怎么变拉了？我操，你小子，你又狗脚上了是吧？
三天没玩游戏，加上换了一手手机，这妈的孩子又叫上了。欧的，喂，我死了。没事。掉。正面交给，正面交给我。我的定，我的定交给你。哦。你的太飘酒红点配件非常的好用，好的，谢谢你。为什么我们领先还有人要退啊？不懂，可能大公无私吧，不要分了。他这样的话不就显得我很……不是锁，我们很中路右手油罐车一个锁。好的，哥们，没事的，让我们我去油桶处理一下。开一个地爪还？哎呀，是真心不太好打着啊，这个。我的兵完了，完了 ，Vito 连杀来了，兄弟。有没有144赫兹？144赫兹没有，只有120赫兹。但这边有没有炮啊？我的炮好像没炮、啊。我你没有炮的话，我拿枪打了，不然对面120分了。我操！我没炮啊！我操！等一下啊，我看，哎，我有！猥琐一炮，最后一炮！滑闪喷，拿狙帮你打。嘣！哎，我咋没打到？哦，打到，有了，有炮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给烟了，能不能混一点，能不能进一点分？我在狠狠的努力。可以。又给了一个。回头，我被闪了。我这个逗啊，典礼，我浪费了一个炮啊，兄弟。复活点丢了，快！王蝶前进。还有个地爪。我觉得这队友是坚持不住的，我操。哦。加群啊，要配件的话加群啊，家人们。看配件的话，这不加一首主播的小群。看我的主页加群，宝宝们。哎呀，先来一刷，这把没问题啊，先来一刷。哎，有点关注，玩把 SA 80玩玩吧。哎，262，不是雪山之巅我不玩啊，兄弟，这什么图啊？都等会玩个喷子被架死都被架出来了。是啊，这配这空调，这常规啊，这是，你得搞个空调吧，不然你咋玩啊，兄弟？我呀，我要接着打一个。我不陪玩。这我要是做陪玩，我不得给把那些老板吓走了，都看我那么淫荡。不是，你看三丫都没吓到老板，你怕的？这三丫天天搁那单排呢，那人没人点他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三丫啊，中二。不是三丫什么价位啊？一晚上不是一小时多少钱？你晚上你什么？不是，说错，不好意思。现在让我这样去看一下。啊 ，A 二。这 SA 八零。完了，吃不到 C 呢。没事，下个点嘎嘎吃，没问题的。每个房间电费自己给，俱乐部出，每次放心啊，不花你们的钱，宝宝，没关系的。反正俱乐部会报销一点点吧。但有一个坏消息，咱们的复活没了。可以玩呢，三丫不接陪玩吗？我记得他接啊。我不知道哎。哎，话说我三丫接做代练，做不做代练哈？做呀。我三三丫他比我们贵50块。我勒个豆啊！是普通三的话，就贵个5块。像你钻石级就贵5块。三丫是陪号很拼的。我操，那这样的话。那我懂了呀，他妈以后，我操，这我懂，兄弟，啊，完了，这个死人机枪，
完了，这个死人机枪，我靠，我再也进不去点了。你不说这个点七分吗？不是，不吃了呀，这不吃了八分吗？八分上点，我竟然居然被 K 六给秒了。这不吃了八分吗？主播战损比多少？战损比0.5，我靠。宝贝儿，看战损比的话，你这认知太低级了，宝贝儿。我勒个豆啊！我怎么过了一个假期回来，发现大家还是如此，大家还是这么的一如既往，兄弟。哎哎，救我！救你！叫了！哎，烟囱上有一个宝宝。没有啊，没有。没了吗？看到。好吧。没了。哎呦我，中一个锁呀！我没有带放水啊，我就是打不过，我菜逼我是。没掉粮。真的我。哎，我还活着，哦，我死了。不是，怎么一群孩子看我换那个手机就搁那虎落平阳被犬欺啊！我的个豆啊！真的是。我要开始打我。等我换完这，等我适应完这个手机，我就打死你们这群私人孩子，真的。堵上你们的，我堵上你们的小樱桃小嘴，真的。我不养，再养欧丁以后不跟我玩。那不会的，不可能的。主要是我太菜了，我这个，怎么可能不跟你玩？近点！他开个锁。我来了，典礼是我的了。没有啊，我就是换了一个手机啊！我操，你换手机打的还不如我呢，那搁那万一群小黑搁那叭叭叭叭叭，我这个掉了，宝宝。后一给我炸弹了。哦，这不是你看，这不还行吗？榴弹掉，死嘞。中路那个门有一个。好的，宝宝，没事，守住。你走，我来吃尾分，走，快走。你看这手机。我要走啊！我要保护我。再不保护我，咱下个点打的都有点技术下降，要不说我只能说兄弟，你干啥你就只会意淫别人也干啥，你是不是菜的时候老说自己倒多？我操，那小借口找的挺好的，那职业哥也没你会找借口，我操，真的，一群小骚真的。复活没了，别掉啊！没事，我走烟囱来，掉，我也掉了。哎呦，不行，这个图玩太难过了。哎，还是得绕一下复活位啊，兄弟。二楼好像有一个人啊。哎，烟囱，这我刚去保护我，掉完烟囱掉三，死完了。烟囱已经死完了，这波可以一鼓作气的干进去，兄弟。一鼓作气直接。从烟囱走，直接全部插入，兄弟。不是说的好像我这把他妈没杀起来似的，我靠！这是小孩哥作业写完了没？我靠！我几个地板，我帮你进点。没事，可以进。一号点就五五开了，兄弟。只要这波能守住，好吧，兄弟。不是，你就翻上墙了呗。收回那句话，小兄弟知道就好，兄弟，小兄弟知道就好。哎，复活，两边活。但是啊，老弟，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股子桀骜不驯的样子，知道吧？你现在这样都没那味儿了。有个炮啊，还有一个喷，哎，在哪？两边活。哎呀，没炸到，我炸死一个，我看样了，哥。冰龙好猛，不是先吃满，没事，下个点丢个烟一波就进。那我先把后面的人炸了，但复活点他们现在起码三个人活复活点，他们现在起码三个复活点，那边三个直接打点都可以。你们走，打复活点，我跟你说那枪线老密了，我跟你说那不好打。复活点我给烟了，来。我还有个利爪，你能帮我起个烟？我先起了，先起了。是要开的。掉了，复活点起了，来，可以了。我看着上，可以，
副点背后来了一个，副点背后拉了一个，来，副点背后来了一个，哎呀，副点副点一个，副点一个，小心，漂亮，掉了，看右边吧，右边肯定，哎，防弹盾掉了，右边还有，右边还有，还是右边来了，全打了，这右边，漂亮，掉，进不来了，进不来，进不来了，兄弟，不是，刚刚质疑我的呢。把嘴再给我张开，让我看看你桀骜不驯的样子啊，老弟，真的是一帮小孩哥这嘴脸，哎呀，哎呀，几一个两个的，天天意淫就意淫上了呗，一逆风就上嘴脸，哎，给主播上嘴脸啊，一小丑。哎，我只能说啊，没办法，兄弟，话不要说的太早，好吧，话别说的太早。哎呀，感谢这个 crisp 撕破的一个，哎，咋的？你现在哦来了，这是，嗯，来了，哎。来啊，哎呦我丰年，丰年，徐丰年，徐丰年吗？丰年 OK， 赶紧对位一下，徐丰年，来，我先丢个中路岩试探一下。徐凤年和呱呱那个标的是谁啊？调设置啊。我会打 Q 三三吗？标的是谁吗？我不知道啊！我操，板龙摸了，有 C 四，板龙摸了，一楼一楼一楼。不是这么恐怖吗？哎，这一枪一枪，哎呀！哎呦！这么帅呀，小哥！白房白房的白房的哥，信我，白房的，我操！这位置他怎么在上面啊，这别无山，他说一个人在上面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滑下来的时候，没事哥，咱我跟你走一道，哥，我打步枪保你，我打步枪保护你，好吧，呱呱加徐凤年啊，哎呀这么厉害啊，太有实力了吧兄弟，谁的闪黑猫没有，还有桶啊哥们儿，马就门口，马就门口，刚刚看到了。哎，白方一个伊斯，他们俩来了，白方一个。帮你们看背后，帮你们看背后。小心我们家，小心我们家，我的评价是。我来看，我来看。哎，我们家一把一喷，我们家一把一喷。白方一个，我们家一个，白方一个，我们家一个。白方，白方。被弄掉了。还有一个，哎，有桶有桶。哎。哎呦，有个鸟马了，这不。不会不会，还虽然有点马，用艾库他早死了，我的评价是用艾库这波他死得更快罢了，本来150毫秒的 TTK 让我打成了250毫秒，这波我应该坐下了，哎哎呀，你又该坐下了，不是板二真不是人呆的，有 C4 板一也要摸，想想这板一进人了，哦，一大一大一大经典又是抛了一个，板一板一板一白方，哎，脚下脚下欧迪，脚下，出去，把白方一个，白方一个，哎呀，啊，我坐下了，我刚开个群的麦，兄弟，小心我们家那边，之前在板楼，兄弟，之前在板楼，现在不知道，呱呱，我看呱呱。那个标的是谁呀、啊？我不知道标的是谁。标。I don't know. I don't know, bro. 哎，看到了！哎呦，完了，兄弟，完了！哦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能再这样叫了。狼队呱呱还是搜 SPG 呱呱？哎，你能帮我架一下对面中路吗？上榜二帮我看一眼，我直接插他的中联，兄弟。你搜王者荣耀呱呱。看哪儿？你要我看哪儿？看眼中路，看眼中路，我摸了。OK OK。
哎，中路我摸了，我摸到了。提二，提二。哎，铁楼，不是，哎呀，铁一一个，哎呀。A 包点有。视角多少？我视角75，兄弟，我视角75。不行，我不能再这么叫了，我要正常一点了。我有点淫荡了。感谢七，感谢七的这个视同皇冠啊！感谢老板，来看我大弟子加小了。1v3没有问题的，哎，没事，对面这对面这个走位没撞到江小的身上，这个对面问题也挺大的，不太行。好你打狙，我现在是步枪手，我都不是狙击手了，哥们儿，这狙击手的知道我是狙击手，都是我的老粉了，兄弟们。哎，小心对面进白房啊，兄弟。哎，我偷到我擦。白房还没进。没事，中路掉两，中路掉两。OK 啊。没问题。出来。掉，不是。红房。那个76。围剿。冲啊！牛逼！不是，对面冲我中连，哥们儿。不是，你要冲我中连的话，那我打个大机枪，我架你不就好了吗？你要这么冲我中连，这不太行吧，兄弟？板一看一眼，哎，中路没信息 ，A 大没给道具。小银币，小银币，我的皮夹小银币 ，rub 币了 ，rub 币了 ，rub 币了。没啥。哎 ，B 两个币，嗯，慢慢来，不急的。没反应过来，没问题，加油！哎呀，竟使些这种哎呀阴招啊，这人啊，哎呀！平凡的生儿暴毙了。感谢七的皇冠啊，感谢爱死兵长的小李的与你星辰，谢谢老板啊！感谢老板们的支持。是啊，这波我来我也得死，兄弟。我看狼队丰田直播呀、啊。哎，是进白房了，进白房了，他们这是。A 大。我靠，A 大，丰田的 A 大。没事，我穿这个点，我会穿。那个。哎，小心他冲你啊，哥们儿。他掉了。没事，小心中连摸咱，我丢了个白房雷，炸死他。哎，白房炸团了，哥们儿。A 包后面。我给包点一个定点，我可以，你给包点定点，没事。我来排一下。木板。大弹了 ，A 包后那个没走。哎，白放一个。哎，这哪儿狙？哎 ，A 倒狙，完了个逗啊！感谢 TC 的星光许愿瓶啊，感谢老板们。哦哟，可以。没事，20秒，还有舞台很大。没事，差一点。我拿个长，好补枪。拿个 AR。那个丰田直播，他，你知道他那个白毛染的，我丢。我靠，年轻现在发型很有说法的年轻现在。我刚刚一看我看那个摄像头，我以为是啥呢？一看我有，这纯白毛。哎，别打币了，打币了。打币。没事，让我来一个随手丢的。OK。外场还有个呱呱，外场有呱呱。哎，他在右手。没事，我在看小房，别急，币包一个。轮胎到。币包。加油！包点。下包。啊！哦哟，牛的！哎。哎呀，就这个脚啊，这个脚怎么扭来扭去的呀、啊？这个人啊，哎呀！150毫秒的欧登，150毫秒 TDK 的欧登，有的 MC。如果这波马枪我就不好说啥了。哎，这波马枪我只能说我用这个手机还是太菜了，我只能说。感谢 S 兵长的小李的欧气手柄啊。准心一跳一跳的，我没错的。那呱呱又打不掉啊。我感觉打不掉，因为第一个人还把我打。标了是谁呀、啊、我不知道哎。标了彪悍的彪，标了。标。打一个太飘九试试。太飘九就没有。为什么每次我一开局我就开个全对麦呢？受不了！哎，怎么又撞了？
对啊，就是他们呀，有防爆吗？我操，没防爆。你说我慢点。哎呀，他在下面，我在打上面的人。哎，这红点剑。中无数个。中还有，中还有。哦，这个人没走位。有这样吓人？这哥们还没露就被封了。哎我这 PP19 这 PP19 这 PP19 哎我没事兄弟，等他，我跟你讲啊，他们这种丢中路闪的，我直接在后面他闪爆了上下一起拉，哎怎么样他都得死啊，他高低是最多是一个，怎么样都得死，我一会儿直接带个防爆，我走下来，我从上面走，你不喜欢在上面吧，你带个防爆吧，不然你我感觉你会被雷啊。 OK OK 反正他会出来对，嗯，哎呦这局我靠这这么恐怖，点点关注啊，现在直播间的各位点点关注、啊、你到那举指甲他不是在那卡眼，不是我操，难道说红多尼这把有说法吗？不是他那个 C 是真在那，哎呀好枪，伸个呱呱，伸个玩短的、哎、加油，有说法的、啊、兄弟，不是连接那个吗？不是那个，这就是你刚打赢那个 K6 现在不太行， K6 现在不太行，不是这要转点，相信他吗？这转点我相信队友啊，我发一个全部，然后发个一起冲 A， 那会转吗？不会、啊、感谢小李的星光许愿瓶啊，感谢，发个一起冲 A， 没有我发的全部啊，他们看呱呱看得到。欧等啥时候削肉？欧等没啥好削的呀、啊、兄弟，哎他们家左边右边右边下面，我哎呦太快了，没事没事，这是江小的对象啊，这是江小的对象，比赛季用红魔九了吧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没有用过红魔九啊，哎我有一技直接走下面，哎你看这防爆我这样放无敌，你看他又要拉掉一个，哎我再飞出去看一眼，没人没人，照这把不拉中路了，有没有人帮我看 A 大呀，我给一个三项定了，我看见我来看好吧，哎有人有人，我看一眼 B 道吧，等我 B 道露出来了，等我 B 道露出了，我跟你说 A 刀有没事，阳台有一个转 B 了，那我们可以接着打 A 啊，没关系，接着打 B。双狗有 A 包有，双狗第一个雷区，我敢进吗？哎哎，欧迪让开！哦哦哦哦，好的。哎，你还好点面啊？不是他把我卡在那儿了，还得打 A 啊，我觉得。这个很棒，谢谢。A 包掉一个，链接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厂，坑那里，坑那里，好，小心屁股，我先下包，来，没事，你注意两边都来回兜着点看一看就行，我上绝招，我帮你加血库，没事，我直架风铃了，好吧，没事，你要。九幺半血，九幺就半血，他现在暂时不敢动，你可以再换个位置，你去斜坡都很好架，他要么 A 到要么九幺，就这种方向了，小心 A 到吧，我只能说 A 到，看到了 A 到，哦哟差点，这呱呱怎么秒，他被打残了，他暂时不敢动，然后后面的 timing 就是要么 A 到要么九幺了，直接这我的评价这一波直接斜坡无敌无敌乱加。哎，这个时候如果是胖将军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说句话了，好兄弟。算了，不能让，不能让兄弟，真不能让兄弟。哎，好绝！中路是不是还有？给他给震了，但没震到我。哎，给封一个雷啊！哎呀，这么顺啊！我勒个豆啊！操！哎呀，中路狙，我都打他两枪没打死，兄弟！哎呦！
哦，又剩我了，又剩我了。是的。嗯，我靠，这年轻来到突尼斯跟回家了似的，我靠。他刚在中路那个台子上待着，他没走。他不会走的，没事，不用去中路了，他会在中路一直待着的。感谢小李的人气卡，感谢小李。嗯，来。Let's go！ 这谁毒？这谁毒气弹啊！我那个豆啊，这么骚！哎 ，A 娜 ，A 娜，哎 ，B 通有 ，A 娜给道具啊！我的，我 ，A 娜 ，A 娜 ，A 娜拉两个 ，A 娜拉两个，走向下路。好吧，我靠 ！A 娜出了 ，A 娜上了 VIP。还有个年轻，有。还有个短加一个长，还是一个鸡。九霄也听到，哎，我来不及了。哎，我的个豆，我不喜欢扎针速攻吗？有一说一，我喜欢，但是他喵的，但他喵的比赛没有扎针速攻啊，这也。没事，没得事。哦，呱呱怎么有？哦，对，呱呱是短中，我操，确实有机枪玩。听我说，绕 A 绕 A， 赛点狙，别开玩笑了，这换边了都。绕 A 呀，我们绕 A 呀。我们咋绕啊？我靠！来，我也起个大机枪，我这大机枪守卫无敌，信我的。我信，就信你。真无敌！我操，要不对面绕 A 了，对面要绕 A 吧？这是。我操，这两个闪。绕 A 了，哥。来了，这怎么真 RA 了，我好，对面是 RA 了，哥们儿。哎呦，下枪吃一个。哎呦，哎，这枪怎么空的，倒闭了，要被剃光头了吗？这他妈有啥呀？妈，刚才没赢他们似的。我靠，这不会小孩哥不会叫上了吧？你打热点了，不用坐牢了。好了，拜拜。OK， 再见。啊、哦，已经走了，已经 OK。Let's go。控制啊！可以啊，打控制、啊、可以、啊。这椰子质疑我戴的皮太丑了。不是欧影，我要哭了，我要哭了，欧影，咋了？椰子质疑我的审美啊，他说我戴这个皮好丑，这个皮，哎，确实有点吧，哎，也不是吧，哎，不是。哎，我松了。哎，别，哎哎，开个玩笑。小心中出啊！他们这个，金库有人，哎呦我，哎，好，男友抢一个 ，L 抢一个，穿云箭可以直播撸关吗？
那撸你妹！这个不是在之前在视频里面出现过吗？而且以前刚发的。好像 L 枪有个人吧，到副点的主要是。那我归了，本来 你说的我还没什么想法的，我归了。我死了！猜点吧。太猜了。哎，复活！我们家复活有一个回头金窝一了。窝一，窝一，窝一，窝一。不是欧林，你咋不听我爆点？没事，我死了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爆点？完了，欧林不理我。完了。一切都完了。哎，我有点郁闷了，兄弟。没事，我在你后面当人保镖。哎，我帮你死。我的蛋！打 B 吧。哎呦，他在那个建筑上面了。掉。掉。中。我要压加了。四指和五指有什么区别？一个用的是五个手指，一个用的是四个手指，兄弟。哦。来压加，来来来。你咋没了？我被干掉了，兄弟。五指上限高一点，哥们儿，五指上限高一点。不是你控制，你得碰到那种会玩的才不好搞。这种他妈的，这还行吧。画十二楼，画十二楼，哦，圆，头领，反而报仇了。嗯，没问题。熟悉的欧丁又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控制我一直不会开榴弹炮啊，我一直不会就抓不准那个控制开炮的时机。哎，他们都挤在那边活了，哥们儿。哎，欧银，这控制的炮应该大概什么时间段开？我把握不住控制开炮的。就你可以对面踩点的时候你开啊，然后要压复活点的时候也可以开啊。队员那边定点炸，我靠。对啊，就压复活点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开的什么。就有些时候攥在手里，有些时候开了就没了。不知道。哎，锁子来了，中期。双击一个锁。完了，没了。双击有个锁。哦，中那么两个，有可能要进我们家那个画室吗？掉一个。画室进了一个，画室进了。哦，我来看。在我们家跑到，哎，刷复活了。车库左手健身房。喂，他还没回来找我。哦哦，完了，他在后面刷我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找我电车找一下。他在那个蓝哥那里卡图。Oh shit！ 哦，他两枪头直接给我定了。哎，我跑了。完了，欧丁也被他打。没事，走咱。直接搞一手 A 我靠！要踩点，要是的，十四比二，三十七秒哦，踩个点吧，感觉得踩点，兄弟，没事还能玩。你过来，我把反容器往前顶一点。没事哦。
不是，这是控制，哎、控制打狙很正常。哎，可以踩币啊，人头有优势，感觉分散组就不太好搞了，感觉可以踩币这会儿，是可以的。我知道。Let's go。哎，我好像修一下，我上建筑，哎，东有个狗，没事，搞掉了。现在得抱团了，我靠，残局。还有一个，在东那个泳池那有一个。哦，水坑里，没事，我在看了，没关系。我帮你看双击嘛，我在那个建筑上，或者我可以看他们家，他家来。咦，这枪为啥没打到？哎，啊，九幺楼一个。哦，有时间了，慢慢打。完了，我死了就不太好了。哎。放个人过来，这队友在干嘛？这个兵龙，来哦！哎呦！你看到这队友的名字？我来看一下。厌恨、离别、诋毁，你别压脸。我这啥发型？我不知道我啥发型吗？圆寸，我靠！问那么多次都不理我。来，没有不理你啊。我开个锁。可以，你可以开锁。我没有的是那个左半屏移动的摇杆，左半屏移动。我吃了一个针，救我！完了。哎，我操！中了一个。我锁的充的还。漂亮。S8嘛，6月13号，后天就都赛事机就寄过来了。我这部手机是之前官方的人寄给我们测试用的，知道吧？但也能玩，问题不大。赔了这边。可以刷了。还有个锁，咱家进去。完了，这波炸到一个，这边滚起来了。没事，回去把 A 的人杀完就好了，这一点点连杀而已，不是那种。哎，厨房有一个，没人帮忙玩。咱家厨房有人、啊。我靠，对面好像掌握了控制的精髓了。收价了吗？要收了吧。厨房里有，小心。我靠，现在这个两边在分彩。职业可以打208吗？可以，但是吧，208在职业里面不厉害呀、啊，兄弟。兄弟。躲得着，我把这边躲得着。哎，给你最后一个。没冲人了，要吧？直接赌 A 去，他们 B 点踩不过，他要踩 A 了。A 来了。别金库给我漏人就行。中了一个。哎，这为什么要瞄我这儿啊？这是为什么？我、哦、看到了，余光看到中了一个。哎，还是要打 B 吗？他们到我们家金库了，等一点，我们家金库有个残了，我能捡了。A 一个，哇，什么 timing？打爆破也那零八打爆破也没啥，左回去把它清了吧。我能拿手枪帮你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走吧，不用管。哎，好狙，直接手臂就行，走吧。没啥用啊，躲一下飞机吧，别被炸了就行了。我看，哎，B来了。跑到一个，好了，还有，我帮你家换上了，去打主动，好，丢上门，漂亮，中了一点，漂亮，终究是，哎，跑到，行。要回一个信息，我靠！我唯一记得有人打过208，就是猫奇之前在 AD 打过。哦，确实，哦，那个猫奇还用过0.50呢，当时打爆破。对面是之前117杯的那个居位，谁啊？我都不知道对面117居位的谁啊？
键盘。我来给你，已经跟那个了。给你们看我用的啥键盘，我靠，这个也不差吧，兄弟。我用的键盘是五 T， 有点不行。这不是挺适合打瓦的键盘吗？虽然现在有别的更好的了，但是这个还是不错的，还是很好用的。那很多职业哥不也用这个吗？那就这个键盘五 T， 还行吧，这个还不赖吧，这个。虽然这个键帽也比较烂大街了，这个键盘也烂大街了。狙击枪的配件就全部开镜速度拉满啊就行了。默认摇杆我左半屏移动啊，我是左半屏移动，但我想换电脑了，我想。但今年年底就有50系的显卡上线了，50系的话年底会上一手5080 5090，我想移不到位，兄弟。来打把长枪吧，打个机枪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那个群还好，你三六那个群好像还是我拉你。现在是啊，我一直在里面潜水，我靠。我很喜欢偷听别人在背后说啥。是不是喜欢世间一点？那倒不是，那没有。哎，这个人为什么五枪死啊？我靠，刚才那个人。哎，变踩了。没事没事，从中路兜过去包他们，没关系。他们会走那个。A 坦克这边，B点又没踩，我丢，弹雷。没事，中路来了。哎，我丢，这上台，哦，这第二一次上台直接给我干飞了，这个应该是开枪弹了。哦，是的，开枪。哎 ，A 坦那边，坦克蓄币了，二楼，二楼，我们家大北，二楼，对。哎，可以压嘞，这个图可以打的奔，稍微奔放一点，兄弟。可以压了，兄弟。哎，B 到火 ，B 到火 ，B 点有一个人一直在。B 踩 B 的枪，然后第二楼那个五层二楼那个还没停。哎呦，死了。A 来了，没事，我开个控制地炸一下，消耗一波吧。这波你不用在里面真踩的，我操！我勒个豆啊！本来我一直在直找那个人，对面有个人带了一个幽灵哥啊，对面。哦，你就炸一个，没想到炸俩。对，然后那个幽灵哥带着他去找他队友了，然后他队友一起死。我怎么搁别人粉丝群里潜水？本来想在群里说说话，妈的，那个群里有个人搁那对我搁那评头论足的，我靠！纯纯妈我的小黑子，我就不想在那个群说话了，我想保持安静了，哥们。黑宝，你也在我的群里啊？热点打狙还杀不死人？没事，兄弟，这种无脑喷就完了。这点打狙还杀不死人，你打啥这点啊？那你应该玩别的去，别的枪啊。那就不能再打狙了呀，有能。我有真有个铝弹夹啊。但是啊，按照控制的理解啊，控制的话，其实到后面是，哎，我们家B 刀也来了一个。B 刀两。哎，九八，喂。可能是开 tag， 哦，吓死我！我说我没打歪啊，一瞬之间。还有中路箱子有。没事，咱往 B 打。这个图我跟你讲，进攻方是劣势方。这图进攻方劣势，没关系的。断场。哎呀，完了！打欧登去，打欧登定他们去。欧登还是下个赛季还是可以用欧登的。哦。有个铝弹夹对面在，没事。对于有 tag 的人来说，无非就是三枪死变成了，就是两枪死变成了三枪死而已，还是可以用的，没关系。好像有一个去算墙了。哎，二楼。但不亏啊，我们这波 B 点踩完，人头还是很足够的，踩 B 就行。哦，不对，我看错局势了，完了，兄弟。A 点还没踩。是的。那先踩一把，一点一丝没关系，踩一踩了，走吧，打 B 吧。
坦克有一个。哦，有个狙，跟不中枪了哈。哎，95坦克。没事，只能补一下。打 B 就行了，就直接往 B 打。哎，定点雷炸死一个，没问题。小心 G 二。没事，我开榴弹炸。中车那个中 A 点中车那有一个狙。炸死，给你炸死一个。要不要我开锁？我觉得我要不要开锁？没事，我直接进了。哦，完了，一下两。哎，你们后面有个金甲。哦，谢。哇，那哥们开了个金甲，挡了我一发。操，这样就不太好玩。不然这个人就不太好玩了，兄弟。可以开，我可以开锁抢一下，或者我等下压复活的时候我再开锁。充电口在左手还是右手？我在左手。你们每次用赛事游戏都能适应过来，不是职业选手打得多啊，不适应也得适应啊。你要不适应的话，那你这赛季就 你早点放假呗，就那种。我操，你不适应，你不就只能早点放假了吗？对吧？所以你没办法的 ，you know。进一个，进一个。哎呀，对面有狙了，我操！那狙掉了。没事，这个图防守方优势，进攻方我一会带个烟吧。这图防守方真的爽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中路白车，哎，必须了一个。哦，我可以说换人换过了。哎呀，这中路，这为什么跳在空中跟都跟不死？哎呦，我这女的弹夹点了我两拳，你把我锁子换了。没事，我上二楼接着下吧，他们踩点有点难的，兄弟。怎么又有大招了？对面有锁子，中路。A 来了 ，A 来了。队友在扛。掉完了。哎，还有一个喷残的左手，你进去左手。掉。哦。A 坦。还有个锁。我去呀 ，C 四啊。我锁在我们家，我们家有个锁。找不到他，不管了，先守 A 去消耗人头。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守 A， 守 A。我操 ，A 点 L 墙那边还有人。补了。L 墙，然后那个黄房那个口，正面那个口。你还在踩，我开个大让他们没时间吧。掉了。不是公牛，我好像没事。哎，他最后叫公牛很亏啊，这样。直接打 B， 我的评价是真的。可以，帮你，我可以帮你架。B 点有人啊、哦。有一个，你看能不能试探一下？我保你信点。哎，有个狙在坦克那里。没事，我找一下他。坦克狙死了，这地方还爬不了行。我帮你看 B， 看怎么把 B 的出了。啊，是哪在看我呀？哦，他家举二楼有一个，还是得打 B 啊。队友很执着，一直往 A 去，这不好。我们家黄房有人，完了，被渗透了，兄弟。哇，这女的弹夹我真的受不了了，点我两声我就没了。真的受不了，得架一下了，这个不好打了，感觉他妈的路牌的进攻方都很难打。哦，中路一个狙被狙下了，得想办法踩到 B 里面给压力，不然不好打。哎，坦克后面，掉，没事，你不用管你屁股，你看正面就行了。哎，我声音变小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中过一个，啊，没事，接架着就行，架着他就行，他们要反击，哎，给闪，完了，把你闪到，三个都来了，那正好踩，没事，踩，A 踩完了是吧？那可以打 B 了，可以打 B。可以，我有锁，漂亮，坦克出拉了啊！
不知道我们打了。你们这边可以、跟我这边打呀，我开个锁。我被他后点的狙突了，来帮我。哎，给个烟直接进啊！我操，怎么没有烟啊？这帮人可以进去的，得给个烟直接进去了。他们人很分散，带个烟就好。断墙一枪九五那个。我切，我换个位置，我走中路打一下，不然我们在这要被耗光的，太单向了。这打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信息被那边吃死了，他知道我们都会从哪来。哎呀，这个狙也没有人去处理他，没有人处理对面的狙。我也打狙去了，没有人处理他，一直在中路晃。我看我长枪包有没有别的道具？哦，我有烟，没事，我来带个烟就行了，问题不大。队友，这队友不敢啊？有说吗？进不去点。哎，防守方兄弟，没问题。就信你真没问题，防守王真没问题，杠杠的真没问题。小白他们打 B，A 点我看来没踩，但是 rush B 给你。B点两个，到坦克。坦克拉不到你们的 ，L 墙摸了一个，哎中路一个，我去二楼架他。你都去中路那种地方打狙就行了。坦克那个还在，然后那边有个人在看我，对，有中路白色。哎，有幽灵哥！哎呀，这履约技，我真 C 你 M 了，真的。多去中路打狙，给压力就行了，没关系的。这样循环下来，他们打不过的，就去中路一直打，没事。牛逼！哎，这妈的好阴啊！我靠，全是幽灵，想幽灵走 B 道，想幽灵哥走 B 道。幽灵去 B 点了。好，对面好多幽灵，很多幽灵呢。这，我操！你妈！炸完，必炸完了，兄弟！我来你后，哎，炸到一个，这没有人，最好是有个人能专门打一下飞机。我操 ，A 点两个不太好打了，队友顶不住了。A 点人多 ，A 点人巨多，对面信息足啊，这样玩，对面信息很足，不太好玩了，兄弟。哎呀，终究到最后没有顶住啊，这帮人，我也得带个幽灵啊，控制。队友这个不会打飞机不行啊，不然他们两个点都没踩，其实还有的玩，兄弟，别看人头，这个时候看人头就不好了。A 来了，躲着掉，这是 A 还没说，哎呦，能不能有个人去中路打打狙啊？我真服了，这边狙将过点，我在，对，就一直抽他，抽烂他，兄弟，哎，怎么又九比四了？完了，因为我爆发了。我操，可以，你是我爹，我靠，这一波，你就是我的，你是我的大恩人，兄弟。我杀鸡，我别说话。真的吗？你在说啥？不是我 MVP 吗？哎，我这杀的就是比你多。真的吗？我来看一眼。我操，我来看看。哎呀，我的完了，比我多杀了一个。打着这把我有烟。啊？我有烟，我。这个字不是毒树吗？哎，别野，大别野。好好跟你打一把。纠正一下。有啥好好跟我打一把的呀？你这话说的，我上把我也没好好打呀。你上把他妈的。刘文正。还好好跟我打一把，我操！我他妈的，我上把我也没好好打呀，真的是游戏就游戏，别那么多他妈的屁话，兄弟。哎，我们家金库进人了。OK， 兄弟。小爷他们直接打 B。还有打 A 了。掉。哎，还有一个。中路拉了一个。
勇是左手，勇是左手。对啊，我是因为手游 COD 有比赛，有 COD 的比赛我才来玩的呀。这手游 COD 有比赛，这不跟我专业对口吗？我不打这个游戏了，我肯定不玩手游了呀。那这不是一定的吗，兄弟？哎，谁整天跟这帮小孩哥玩啊？我靠！闲来一爽。对啊，闲来一爽，兄弟。妈，三姐没那么好狙我了吧，小骚。啊，三姐没那么好狙了吧，小骚。我寻思我也没认真跟你玩啊，宝宝。UAV 开了，你挺聪明啊，兄弟。健身房活都零开始编制。对啊，是小孩子，我也没认真跟你玩啊，我靠。怎么叫别黑你了？这话这夸你聪明，说你带幽灵还带 UAV， 不会被克制，怎么就黑你了呢？老弟，我靠。打抢波 B 吧。抢波 B 吧，来。抢波 A 吧。抢波 A， 抢 B， 就 B， 就 B。这 UAV 没用，对面全幽灵。UAV 有啥用？五个都在，没幽灵。小心狙二楼，掉不掉？完了，我操！震撼弹，好货还不少，兄弟。没事，把 B 踩吧，没事，不用跟他乱跑。防弹盾扛得住少剑吗？哎，你这问的是个好问题。经过两个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没事啊，往一踩啊，单推啊，走 A 大正面走，兄弟，不要去别的地方。哎，你回到金库，你画掉摸一个。好狙，烟起了，哥。哎，金库还是有，哎呦，这小子运气好啊。他掉了。没事，我接着续的烟，好吧，我接着续，这烟丢。不是这个卧室二楼一个狙，卧室二楼，不是为什么这能漏人啊？啊，低级失误啊，兄弟！完了，兄弟，有点不好弄了，哥们儿。哎，左白个人，没事，走他家绕。不，我开麦指挥一下吧。来，兄弟，抱团，这个时候不抱团必死，好吧？我走去绕他家，走去绕他家，兄弟。你们这个残局的人头啊，不抱团必死，兄弟，必输。往他们家绕去走，他们家消耗一波人头，听我指挥就能赢，对吧？这对面这种野人还肯定很分散的，慢一点，可以排子线，有时间，你不用去投胎，哥们儿。哎呦我操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操！我说绕家就来，咱们家他们家堵我们，我操，这么厉害，妈先知，我操，打不中吧？来，进一进，还有机会，来个闪活。哎呦，妈有 C4， 我靠！慢慢来吧。哎呦我这！你们最好备一个。我有 EMP 啊！我说你们最好备一个那个背包啊，备一个背包那个毒刺包啊，对面会有 UAV 的，而且有人有幽灵，好吧？出飞机的记得打一打，然后。注意一下屁股，兄弟，就是屁股上把输是因为有人绕，把你们定偷了，不然你们咋输都不知道。本来抱团打 A 随便踩，好吧，我们这把去打 B， 走，对面打 A 了，我们从老家回，好吧，打 B， 走，一起。有人有毒刺哥吗？帮忙打一下飞机，感谢，非常感谢。没有的话算了，没有的话我们就五个被世间了，兄弟。对面打 A了，走我们老家。哎，这哪儿的狙啊？中路。不知道去哪儿。主播嘴最硬了，不是这又是哪个他妈二傻子开了一个小号，肯定说我嘴硬啊！我靠，这哪来这么多小孩哥啊，兄弟？
中间有个锁子。双击。还发现对面有个榜二。管他榜不榜二的，他妈的少点少点这些电车 UAV。这榜二他也是人啊兄弟，也是肉做的呀。关我屁事啊这边榜几。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小号。哎，不是小号就好了，不是小号的话你可以。那你就可以进入我的黑名单了兄弟。你就可以润了我的评价是。中了两个兄弟，中了两个，还有一个啊，这个谁漂亮兄弟。哇。蓝球上有一个。哎。哥们儿 ,L 墙咋漏人了，我低敏还是高敏，我他妈中敏，我靠。没办法呀兄弟，全是狙啊，妈嘎嘎顺啊兄弟。完了走远了要兄弟。肯定没了，我靠，这帮人不会玩，飞机也不打，我不知道他们能干啥了。大树，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干点啥，飞机都不会打，我靠，屁股都不会看，笑死！你指望路人给你看点吗？不是，他妈正常的屁股他妈得会看吧？我还又得管我前面，又得管我后面呗，兄弟，合着我的屁燕子是得长把枪是吧兄弟，你看这不 UAV 很多吗，所以我说对面聪明啊，老聪明了哥们。哎先回组队卖了，你妈是私人。哇都啊。我的麦还开着。真的对面这么多局，一个局打不过啊。我操，我只能说这游戏的控制啊，以后要跟爆破一样了，全他妈是个狙，我靠，还是得玩热点那些东西，真的，这游戏爆破控制的排位啥也练不到。成为了小孩哥他妈打素材的场所，我靠，我感觉控制的人挺好狙的，说实话。你在笑啥？哎！下的好骚的了。啊，跟我说一下。主播觉得自己老厉害了，妈比你厉害，我操！比你厉害，妈不像你他妈只敢阴阳人。过一下去他们家再打。哎，中路人。是的。没事，一会儿全他妈黑了，我操！全他妈黑了就行。鸡巴开个 UAV 刷刷野人，他妈的也敢来我这装，那不就纯飞了吗兄弟？肯定直接飞了呀，你看他要是敢说他妈更恶心的直接飞了兄弟。这队友为什么不来帮我？不也不是吧，我操，我没什么被影响心理攻势的，主要是啥吧，他妈的。哎这把好像。我操，有机会，没啥机会啊！队友他妈踩完币，怎么还有两个人在币蹲着呀？这不是从每个队摸吗？哎，这中，叫，我有个锁，能抢。没事，卧室一楼又有个锁，没有那没啥，我操，就只是一把排位而已。完了，呜，再跑去看一眼。我要用这招了兄弟，见过传说中的海极炮吗兄弟？那个不在那，右手哪儿？掉我勒个豆啊，果然依稀和阁主来 Q 奈了，不是我咋不知道啊，我真不知道哥，又我别聊了，死三打一哥们儿，踩点就行了，真的直接秒了。哎 ，L 墙兄弟锁了 ，L 墙锁了，哥。哎呦，这么多 UAV， 我操，我他妈先天 UAV 圣体啊，兄弟，来个场，来个场。
哎呦，兄弟，先天 UAV 圣体啊！我操，我感觉他们的配装是很正确的，就得带幽灵啊！不是这游戏 UAV 的频率有点高啊！我操，这模式，我的妈，热点都没这么高的频率，兄弟。你先感谢我吧。好的，哥。拿果子破 A 杀六个。我操！一上来又开一个。中路，中路，中路人盾，开 B 了好像。又上么来？可以的，我需要这种，我需要这种帖子多开点 UAV， 我靠，多开点 UAV 就不用动脑子了，兄弟。真的，欧丁别了。妈又来了，哎，二楼一个。哎，我来打我他妈上次战斗力了好吗？我带个疯子给你们打飞机去。他妈的，没人打飞机怎么玩，兄弟？掉了，那个掉。一会儿我拿喷子守厨房去。啊，都是 UAV 怎么玩啊？队友又不打。你看又出来一个 UAV 大胜啊，兄弟。进后一个，兄弟。我操，还反U。不是大哥们，能不能帮我把厨房清理清理？我靠！哦，救命啊！我一个狙跟别人在 B 点起点了。哦，没事，那就单点 A 啊，那就单点 A 啊！我靠，别乱走啊，兄弟！我给 V 了，我给 UAV 了。中路来了，哎，中路不是我他妈啥也干不了啊！我一个疯子，我得给你们打牛逼牛逼，兄弟，我得给你们打 UAV 啊！我操，没人打我打呗，操！等一下，哎，中路，我在等，别急，我不漏呀，兄弟。你看我那小车，我家。好的哥。哎我，有被秒，我们家后花车在等这样。我知道，咱先守点就行了，后花那个再说吧，兄弟。一分钟呢，怎么真多无人侦察机？哎，开炮开防弹盾了。没事，我就把他搞了，好吧。他进篮球场。半血。完了，那记了呀，屁股没人看啊。有哪个小号啊？我操，没事，那来一个飞一个，兄弟，好爽。哎，完了，我的，我满枪了，我还有个锁。哎，没事，他妈的，只是一局游戏去，无所谓的。我操！给我打的弹尽粮绝了，兄弟。我这是啥？不是哥们儿，我没什么办法，兄弟，我只有一个喷子包有毒刺啊，笑死！我这反正有个刺啥的。不是哥们儿，是啊，是踹人踹爽了呀，不是。要是嘴臭的话，那就直接带走了。不行，嘴臭加他妈阴阳人就直接死就行了，多大个事啊！把皮换一下。不是，谁发了转会期爆料视频啊？不是，哎，我之前跟你说都是假消息啊，都假消息，别信啊。我来浅评一下。召唤手游直快手直播第三名，欧里。我的欧里。什么？你是猫党啊？你是使命召唤直播第三啊？哎，没事，我只是个老三儿，我只是个老三儿。说你都不知道，我没说你啊，你谁啊？我也没说你啊。我没有说你啊，兄弟！我操，我谁也没说啊！我他妈全程就只说了那个哥们儿。对不起，错了，我一进来你在说你心灵什么肉身被世间，我还以为你在说我。不是哥们儿，我说的是对面 UAV 好多，我感觉我的心灵和肉身都被世间了。我也没有说，就是你啊，虽然说你的 ID 也他妈是世间，我也没有在说你啊。
我勒个骚缸啊，兄弟！这不会带入到自己的身上去吧，兄弟？不至于吧？笑死我了！笑死！我操，有点敏感啊，兄弟！打热点还能撞到他，那他们都匹吧，因为匹控制很慢啊，兄弟。主播，主播神话枪送给我吧，这是梗的。我跟你讲，这把对面依然有很多的 UAV 啊，我靠。我拿狙击羊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你真是我的好铁子。我那个豆啊，闪光无人机，我操！我靠，这套路很不错啊，兄弟。哎，这闪光无人机。我靠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想到用闪光无人机这一刀去玩他们了，真的。断墙，断墙，中路还有，中路还有。还有一个，好滚。哎，点你一个，帮一下。我没什么牛操作啊，我现在玩这个手机。还得沉淀啊，兄弟，我只能说还得沉淀，好吧，兄弟，有微操，反应没那么快。今晚得是我带节奏。那你这就笑掉了。没事的，不是我在打游戏，我怎么看你弹幕，兄弟？今晚是我带飞欧巴。后下不会漏对吧？哎，完了完了，要三打五了，三打五了，别急，补下去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死完，兄弟，直接交大了。炸死，给你炸死。我有炮网，我能开。后下来了。看旅店正门。正门。哎，加油战火！我操！我被闪光无人机给制裁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也是。直接啥也看不见。妈，对面那两哥们被他妈安排局制裁到了。哎，正好你们他妈这么多人拼尾分，我直接跑了，兄弟。跑呀，别跟他们纠缠了，溜，赶紧溜，兄弟。哇，下个点还有一个。黑坦来了，他们加底活，我们复活点不好。他们加底活，我们复活点不好。啊，我们有巨能风暴吗？黄翻一个，哥，别急，黄翻掉了，我进了 ，A 塔活，他们 A 塔活，家里可能有人，别注意搜一下家里，信我好吧，别漏这种人漏的很恐怖的，我看，二楼翻了，还有，什么玩意儿，不上点在这架枪，我靠这个人。哥，你这个行为真的挺。一楼上了。哦，有个等话，我把另外一个。走吧，我。走吧，哥们儿，别把复活点带过去了，哥，走，兄弟。UAV 是真多啊，兄弟，我真感觉我被四歼了，兄弟。看一下你屁股，你看你屁股。对。往前掉，往前掉，接着看你那之前死的那个方向，你去补，我补了。我操，不愧是排位哥啊，这个时候就直接各显神通了，兄弟，不用了，正常的。哎呦，开个锁，他妈的蹭一手，我操！也是，这波这个点给分就行了，兄弟。哎呦，有锁子就是爽啊，哥们儿。哎，进不去了，兄弟。
不是我打局，对面打局。黄香去了，黄香哥们儿。我操，兄弟，你是真阴啊，这哥们儿，这么晚才出来，看还要强，兄弟看还要强，到后面是点都不上了。哎，别当我炮，这个人，我勒个豆啊，真是吓人啊，兄弟，炸死了！哎，我想我能炸。我来踩兄弟，踩完了，我勒个豆啊！包都进不了，太可怕了！我靠，这红魔还得练啊！哎呀，这红魔，哎，包零咱也是说包有进步，太顶了，太有实力了，兄弟，感觉你在阴阳我。没有，红魔吗？还行吧，得适应啊。我要给我的太飘酒带个挂饰，兄弟，配几个包。带个，你有月球吗？哇，我没有，不行，别，我找一下，我有地球算不算？我可以把它勉强的归类为地球，好吧。地球是啥呀？哦，我看到那个阿特拉。对啊，那不也是个球吗？哦，我没有球，不是，我这个号为什么没有球啊？球是橙色的吗？传说吗？是啊。哦，那在后面就找不到了，兄弟。试试斑点过把皮。不，你信我，我的那套配件已经是最终的答案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改的。哦，我只有这个亚特兰蒂斯里的这个了，完了，兄弟。我要给我所有的枪都换成这个。哦，我为什么没有月球啊？为啥呀？这月球咋拿的我都不知道。我都不知道月球是哪个转盘的，我感觉我很 low 啊！现在我少东西了。我去搜一下，你搜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换个这个企鹅行吗？雪人。那我啊不是。还有公牛能撞飞狗狗吗？狗是什么意思？狗？你说军犬是吧？应该可以吧，军犬，咱也不知道啊，说实话，这个黑铁皮肤就很适合带个那个啥了，哥们儿。我说我看一看我号里有啥挂饰啊？哎，我看那个地球去哪了呀？不是我的地球去哪了呢？就哦，在最近使用在前面，地球都找不到。等一下，我配一个幽灵的包哈，这样我还能玩一玩。哎 ，Go Go Go， 带个幽灵。啊！榴弹炮可以炸飞公牛吗？肯定可以啊！我的儿，它是 M4， 它是 M4 小丑的转盘。那我还能克吗？M4 的转盘就别克了吧，算了，克一个挂饰还是可以的。月球啊！哎，我真不知道用啥，这种挂饰我都……哎，用这个吧，这个也行，反正有个球。战术面具能免疫急冻弹吗？只能免疫到大概一秒钟吧，你自己试试不就得了？可能免疫个一下，然后就无了。感谢奥斯卡的一波花开富贵，改完了寒战楼吗？寒战楼完了。哦，没事，我打狙吧。欧林只能用希尔弗。是啊，我没有什么很好看的皮肤啊，我很捞啊。兄弟，我觉得我很 low， 现在我很 low。下个赛季我就要打椰子这个号了。真的吗？群号吗？在我的主页，快手主页的第一行就是了。哦。下个赛季就
打椰子这个。可以啊。完了，我守护可能保不住了，怎么办？最近碰不到我。不是，你放心，奥斯卡，我明天绝对播，你信我，我明天一定绝对绝对直播，好吧？真，明天绝对直播，信我。哎，我今晚得去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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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连刺枪，我裂逼了，兄弟。来，感觉就得用欧弹啊！这个版本的步枪还是得用欧弹。哦，被电到了，赶枪！这把能开核不？不是核弹，也不能天天开啊，天天开身体不好啊。你不能天天开吧，家人？啊，我觉得这人顶不住了，然后我就给他补枪。哎，中路组两个，有人要抢我飞盖，还蹲着走路。他们抢我飞盖了啊！给你个 U。哦，被排了。龙可以砸板子吗？俩幽灵。龙真砸不了一点吧，兄弟？不是对面有幽灵吗？我真觉得打排位带幽灵很正确的，真得带幽灵哥。我操！但是我哎呀，没有幽灵，那我的……哎，这手啊啊！带幽灵就没齐心协力了。对啊，我很喜欢齐心协力啊，哥们儿，我很需要的。打狙也没前任，就是啊，我不能打狙带幽灵吧，所以我打是 SBD 对吧？我有时候拉不动啊，这个还得。哇，这个机枪上台真的，我带个前任我都要被他干。我操！感谢奥斯卡的一个与你星辰啊，感谢奥斯卡，感谢老板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但是特效挺帅的。哦，我又死了，我又飞了，兄弟。跟传音箭冷加位。啊！就这队友要扛不住了，我感觉。没事，我打掉了，还是可以扛一下，小扛一下，我又死了。没事，今天晚上打完，我要去比赛服泡一会儿了，去练练枪去。不然明天训练赛，我怕我屎被打出来。因为明天打训练赛，我就要用这个红魔了。等我粑粑都被打出来了。然后我就裂了。你现在在打谁？哎，我还不知道打谁。那店里没人了。转。不。对面还有人想干我，再和谁玩？我再和江小玩。大江，大江不是我的老常客了吗？我操！你别说我的欧等真的有点炉火纯青了。如果我再试一下板子，我将成为。顶位怪兽吧，我操！哎，我怎么还有一个人啊？换枪的那个剑姬给我打，不是你在打炮，你打炮来。那炮掉好，炮掉好被我抽了。牛逼牛逼！我操，你这个很猫棋啊！牛逼牛逼，手感不是很好，不是哥，老子他妈换手机了，兄弟，在适应手机，宝贝。不是你要拿我他妈对我这么高的对我这么高的要求，大哥，换手机了，他妈的要适应手机，懂吗？什么手感不手感的，现在他妈能操作就已经不容易了，兄弟。那一个两个的对我要求是真高啊！我操，是不是平时秀太多了，让你们看湿了都？对我这么高的要求，太喜欢你们了！啊！哎我！哎呀！没有没有，你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没事，下辈子注意了，没关系。这就是来自十一次的压力。是的。哎 ！A 大 A 大 A 大 A 大有趣。我加这是没问题吧？我靠！对面有机甲杀过来了，啊！没他走的慢，没他等他走过来嘛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我跟你说，
傻不愣登的那记性。过来过来，那架赶紧过来，我拿斧子。不是。完了，我背身被偷了。你锁呢？被他偷了，我被被人偷了，没了。好了吧，兄弟，没事兄弟，我还有货。没事，我还有东西呢，我还有呢，哥，别怕，帮我看好我的左边，谢谢。进个中右手，进个中右手，进个。上上来。别人的机甲不过来，没了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这给我再练个两天，我操！我要告诉你们，直接猛猛干，好吧？等我再练个两天。哎呀，这不跟最近刚开始玩嘛，有了这么久的 IQ 蛋蛋。哎，还得练啊！还得练，兄弟。主播是怎么练枪？开始爆掉了。